吃鸭米。大家好，我是李提与安娜。Hello。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这个。为什么会有鱼缸？我们要来捞金鱼。这边有好多只金鱼哦，有很多颜色，有绿色、蓝色、橘色和粉红色。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全部放到鱼缸里面，然后他们手上有拿网子，要捞金鱼。这是会破的那一种吗？对呀，这是纸的哦，所以会碰到水会破。等一下妈妈会先示范一个，好不好？那我们来放金鱼喽，来把它弄上来。这个是塑胶的，不是真的哦。蓝色。绿色。粉色。我手上好大。对。很多啊。分开来。分解。满满的鱼耶，这样好捞吗？会不会太满？满满的鱼呢，满满的鱼耶。那我待会就整个倒下去了，整个倒下去。好，倒下去。那这个是等一下给你们装鱼的，捞出来的鱼。那妈妈等一下会示范一下，好不好？直接好了吗？没有没有，你们一人两只，看谁捞到最多。网子破掉就没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示范哦，捞金鱼。他们一般都是斜面下去，然后轻轻的捞一只，这样捞起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啊。然后它，因为它碰到水会慢慢变薄嘛，所以你要小心哦。好，那我们把它放回去哦。那小朋友开始喽，预备，开始。妹妹，你那样反面了。对，姐姐，你直接把它捞出来就好，要不然网子破掉就没有了。然后你可以拿它去接。好，再来。可以吗？妹妹，吃都缠好多个。姐姐，你好贪心哦。它网子会破吗？感觉是好像还蛮耐的嘛。那就一只网子就好了，那只网子破掉就结束了，可以吗？姐姐你好开心哦！这个网子比较厚哦。哦，姐姐破了，暂停，快妹妹，妹妹乖乖，赶快赶快，加油！你的网子还没破，还可以再继续捞。真好，哇！妹妹要捞鱼，不是捞水啊！加油！加油加油！破掉了。哦哦，妹妹也破了。好多。好好多，来，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数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五三五四五五六，妹妹这边五十六个。五十六条鱼，姐姐呢？姐姐好像更多哎。二四六八十。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75，好，那第一局姐姐获胜，帮姐拍手。那我们再来第二局，来放回去，再放回去。好，帮你换下一个。哇，黄色。这样子啊？没有啊，一人一个，一样。好，这一局用绿色的网子哦。预备，开始。妹妹反面了。姐姐抓到诀窍了哈。加油加油！哦，姐姐，你的网子已经在破了，怎么会这样？你小心。我还没破，我一直没破。姐姐，你看还有没有办法抓捞？你的网子已经破洞了，小心点，小心点。加油加油加油！虽然破了，还是勉强可以捞一些鱼。捞。因为已经破洞了，小心啊！铁手捞进去一样。哇哇！吓死我了！你们捞到！你们两个加油加油，小宝贝加油！对，
真的破洞了，可我还钓到一只鱼，钓在这里。好，所以你钓好了哈。哎，我要带这些回去。好，那你就先放着。还要一局吗？好一局。嗯。哇！姐姐还，姐姐怎么还可以捞啊？怎么那么厉害？哇！你都破洞了还可以捞？我要带这些回去。我要带粉红。不行，好了吗？好了，好了，我们要来算喽。来来来，这些这次换姐姐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六八六九七十，姐姐这边刚好七十条鱼。我的。来，妹妹的呢？我要带这些。这些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六。一样五十六哦，所以姐姐七十，妹妹五十六，所以这局是谁赢？姐姐，姐姐好厉害哦，三战两胜，还是姐姐赢哦。好玩吗？今天的捞金鱼，有时候夜市也会有类似的捞金鱼哦，喜欢的人可以去玩玩看哦。最后跟大家说什么？谢谢大家，拜拜。哦，还要玩吗？这边还有，一人再一个。喂，我还有。好啊，一只黏住了，给你玩。